场合呢都一定可以看见他的身影。那我们待会呢就将时间交给苏珍姐姐，那大家热烈的掌声欢迎。大家午安，谢谢。哇，好高兴哦！哇，我一个来吼，第一个就是为头一打细甲细哦，我要打了解一下哦。咱家真正是文创园区吼，哎，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风俗民情。我刚才还跑到大陆去呢，我有经过福州二路，还有跑到金门，跑到马祖，咱家是讲马祖啦哈，哎，非常好的地方。哦，真正是安尼吼，哎，地理人杰，空气好吼，啊，人情味阁有啊，大家拢了解我是叫做陈素珍演员嘛吼，哎，唔是歌星，啊，不过有人把我当作我是张秀清，火车已经到车站，有声无？哎呦，我就行，因为每次我做晚会还是做秀跟他同场的时候，大家拢。哎，入来呢，我想讲，哦，我今嘛那家好，这穿这红，粉丝这样子，伊讲，哎呦呦，我真介意你耶，我就爱听你的歌呢，我知你啦，我知你的名，你叫做张秀清，歌星对不？哎呦，对不？啊，对，拍扑克，人讲唔是好个，在遮的人会认你我，我是演员吼，唔是歌星，我叫阿珍啊，啊，人歌星唱歌是足好听的啦，啊，我是演员啦，我唱歌呢，甲人无同款。我唱歌会足好笑诶，啊，所以大家笑笑的就好安尼吼。啊，会晓唱的也是可以唱，因为今仔日的气氛无同款哦。我一个人同我做五点钟无要紧啦，不离过吼，我知影。即摆人吼熬唱歌，爱唱歌足济足济，啊，只是讲吼，平时啊拢看我演戏，毋捌看过我本人。我本尊，因为我的外号叫做高济天啊。72变，我当变个足高尚，嘛会当变个足爽的，所以艾特吼，足三八的，啊唔是足英台哦。啊，今仔日我感谢咱吼，诶，佩姬美女吼，佩姬美女唔知当时的我唔知啊，但是我是足好，我即摆是大学的同学，吼啊，咱的第一届重点就是吼，阿丁啊，今仔日吼叫我阿丁啊较亲切，要来祝福大家，啊，祝福第一个要件，第一个。绝对爱身体健康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吼，才有幸福的未来，吼。啊，第二个祝福健康了，一定爱快乐，对不对？啊，咱若若快乐，吼，比啥物较好？你若足健康的，拢袂快乐嘛，无好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三个呢，一定爱像咱佩金安尼有钱花，健康。快乐，搁有钱通我开安尼吼，啊，直接先甲大家拜个早年，啊，咱2020年是金鼠年，好，大家吼，哎，七年嘛，鼠年，让大家数钞票数不完，好不好？哦，好的，都拍扑克吼，啊，今天吼，哎，珍姐，较早拢叫做吼。真妹妹又去嘛，啊慢慢来，拢变姐姐啊啦吼。我贞洁不保，要袂食饭叫做贞洁不保吼，唔是晚节不保啊吼。伫个家吼有带个吼，大概各家认识我吼，有带个小礼物。而且我们今天的原油区吼，哇，我都叫我去看过哦，足济啊，花生糖啦、包子、馒头啦、素食的那个，等一下我做好，我要一一的来参观啦呢吼。啊那安尼啦，这是先甲大家问候。咱今天因为我捌拄过又气的主持，咱 Alan 哈 ，Alan 哈，真的是不简单哦，那么年轻啊，我看到又气的拢会喘呢，因为喘到这当中拢阿袂嫁出去，所以只好用唱歌的啦哈。先未来大家献唱的第一首歌，就是我拄我讲啊，健康的第一个要件。安排这首今仔天气呱呱，不过大家看到大家足温暖的，安排这首叫做《龙卷风》。哎，袂晓唱的拍鼓啊，会晓唱起来唱，谢谢。啊，龙卷风，安尼啦，我那唱歌那上要照片的人，要海报的人吼，主动来这边跟我索取好不好？安尼我才知影讲我伫遮有人缘啊，无人缘，有热情啊，无热情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阿麦龙卷风，谢谢老师。哎，会唱的一起唱哦。因为我今日无站卡啦，用卡拉 OK 吼。准备已经
送你哈。再拿再拿，拿给店家哈。哎，谢谢，人家的福哈。拿回去送给同学哈，送给亲朋好友哈。谢谢啊，来帮我倒消水哈。啊，对。男生的 key 哈，这我那是爱调整的，我看我后盖同我变双声带哈，哎，一边唱男生，一边唱女生，安尼好不好？啊，好哈，哎，真的不简单，因为临时的哈，我没有准备那个卡拉了哈，啊，感谢我们老师那么辛苦帮我抓出来，那呢也可以点唱的，哎，爱拼才会赢。我也要模仿郭金花了，不过哎，咱的前辈吼，没肉长的，自闭自疼，悲命人。啊，模仿的可以模仿很多哈。啊，给我咱的法拉利美女呢？我是法拉利美女呢，我告诉你，我开的是名车法拉利呢。那一天我停在路边呐，车子被人家划了一刀。马上报警呢！那个警察30分钟还没有到，万一那个歹徒哦在我脸上划一刀，我不就是毁容了吗？好吧，这是法拉利美女啦。啊，以前我也模仿过哈，那那迄个什么许纯美啦哈，但是人即马修成正果，咱袂当个破坏形象哈。哎呀，无我模仿许纯美嘛就行诶，哎，擦个蓝色的眼影呐，啊，涂个蓝色的口红啊，擦个蓝色的指甲啊，不是啦，你擦蓝色指甲啦，它的标记是蓝色的眼影哈。啊，所以讲。哎，模仿来讲都是跟大家互动啦，啊会唱的就唱，啊不会唱的就模仿，啊像这吼，咱今仔日叫你，这么好的氛围吼，咱就尽量个吃，啊吃好饱，够健康，够温暖，啊无安尼天气寒吼，啊一只吼算讲，哎吃真正幸福呢，你看我们坐着，然后手伸出去，嘴巴张开就有得吃的，幸不幸福啊？啊，幸福啦！我姓陈呐，我不是幸福啦。胡是胡志强啦，胡志强那指挥连机那边通关的时阵呐，嘿人嘿，嘿见识人员呐问啊问讲，你叫什么？啊你姓什么？伊讲幸福啦，嘿，咱那个很幸福啊，对不对哈？啊，主要这首是龙卷风，啊，无过来安排一首。春夏秋冬好唔好？就予大家安尼心情拢轻松，啊，剩足济，啊，春夏秋冬会唱的人也可以来唱哦。我这首歌吼，哎，来用一种迄个甲人较无同款的，吼，就予大家剩足济。你要过年要到啊嘛吼，先祝福大家新年愉快，做生意人大赚钱吼，啊，生意大赚钱。啊，那小朋友的吼也会唱歌，那我就带了我的妹妹也来了哈。阿蒂娜小妹妹哈，这首歌曲用老中青都可以唱的哈，大人小孩都可以唱的《春夏秋冬》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就大家春节这一关哈，《春夏秋冬》，谢谢。Oh, yeah.
摸青蛙，你把阿兵拉来啊，因为这个是男生的戏啦，我要想办法唱女生的哦。了的春风伴阮流浪，孤孤单单吃人的粮。我在太阳啊烧尽红色，你在故乡啊着爱无着。变身了，有啦，变脸有啦，阿妈也有来啊，吼，啊妹妹也有来啊，哥哥也来了，吼，通通来，所以讲吼，我们这个，咱的马祖嘛，吼，马祖咱的文创园区，吼，非常热情咱的，啊，大家吼，尽量吃，尽量用，尽量有钱花，吼，当当家，大家吼，数钱数到手麻呢，祝福大家，祝福大家哈，啊，咱呢。真正有影，我讲我今日又去 A 连长唔敢来咧吼，安尼免啦，伊讲吼，我自己都介绍那么多了，还要访问，那平常时啊，拢老的就爱访问我。以前我们那个诸葛亮老师啊，吼，我有去上过他节目吼，伊嘛是同款，哎呦，咱这种的吼，在他们心目中吼，永远是有气的啦。啊，但是这真正有影真有惊讲吼，哪来吼，徛伫我边啊无安全，袂啦。啊，阿珍姐不会对你下手的啦！啊我进来，伊可能吼，我们这边的模式就是安尼吼。那啊，姐姐，我想讲时间就老火力啊，对对对对，没有，我一直在旁边当小粉丝，很认真在听。是哦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我想讲，我那 A 轮都看到阿珍姐来转走的比呀，吼，安尼。啊，是哦。我叠边啊叠条链。真的不简单呐，你也是要多站在舞台，舞台就是我们人生的经验。是是。给卡一拜，啊，你人生经验就多成长一次。是。啊嘛是安尼历练出来。对呀，啊，不过我讲讲你徛上一摆，真正像油条一样，哈，袂啦，袂很可爱哈。咱 Alan， 啊，我上大学有好处呢，以前英文都不会讲，那现在哦会讲英文了，我还一直叫他的名字叫 Alan。Alan， 谢谢谢谢。厉害厉害。啊你好。对。啊，今嘛无法度叫你，我本来是讲叫你出来拍拳头啊，哈，人伫卖物件，你拍拳头啊，你翻滚吧，阿对吼，我今嘛这圆月，我初三都爱过来台中拍这慈济大爱电视台翻转人生，是，我做的对戏剧，我演一个很高的妈妈，叫高妈妈，无啦，那个我的儿子姓高啦，啊英文吼，我的后生是男主角，但是现在是什么人，我未去看到伊，我唔知道，啊你知不知道？
是哦，啊，咱那个经纪人很专业，经纪人很专业，真的。哎，你比我厉害呢，我还没去探听到你的水怎样哈。啊，那个啊，今仔日那里吼，祝福大家呢欢欢喜喜安尼吼，啊，尽量甲加入去就对了。啊，我过来，因为等一下还要再赶到南部去哈。啊，我再来唱一首歌曲，这首歌曲吼，透露我的秘密。唱听这首歌就知道我几岁啊？人我拢讲讲我二八岁呢，啊这首歌唱嘞，人就知道我搁二八，搁加一个二八，搁加一个二八。没有，我也会听老歌啊，真的吗？我也会听经典的歌，好听的歌就是不分年代。不过我们这个人比较怀旧了。对，我出道的时候唱的开口唱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一首歌，这首歌有办法让我从高雄港出口基隆港啊，基隆港，基隆港入口的这首，啊老师吼造音乐拢造野，啊我唱我的，啊老师你后壁拍拼咧，你吼恁有什么歌名？有会到的吼，多存一个海报啦吼，哎这一首歌吼。但你我卖介绍歌名，啊那怎样音乐放落去，怎样什么歌名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摸彩丢2000万的，就是这张啊。这么好。哎，对啊。特别丢这一首给。啊，你头段你有听到歌声啊？你有的这张是你的。好。啊、老师，音乐请放了。好，老师交给姐姐了。好，谢谢。谁知道是什么歌名？没人知啊！我代表我做老的呀，做歌的。我写出烂的就是这条啦。燃起的灯光，迷人的歌声，让阮感觉心茫茫。阮也不知你是我的他，一心只是。请让我们这里都暖了起来。对对对对，真的，因为刚刚你看，刚刚还有一点飘。对呀对呀，你来了，现在就放晴。马上温暖起来，无干那讲这吼，我干那炸这鸡毛来毛。这个有暖吗？有哦，咱这个鸡毛代表大家机会满天下，赚钱赚不完，数钱数到手都很暖了。
谢谢谢谢，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谢谢。谢谢姐姐。谢谢谢谢。好，非常感谢姐姐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演出。那我们待会呢，我知道刚刚也有粉丝朋友想要看看我们小螺丝老师他。